你开玩笑。
道理。他整个车都整个都是阳气充足，整个车都阳气充足。我们已经登上了悉尼和拉萨的列车。好，然后呢？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到我们到这里，他心仪你那个酒的，哎，你躺在那个哈，对，你拍的干嘛？他们放在哪里？放在那个微信里头去啊？哦，我拍不出来，这是鼓起来的样子。拍不出来，干嘛？我们再给你看一下。真好看嘞、欸！两点多钟，哎呀，刚刚那那一起看到你们都在睡觉，我把它叫起来。外面正。这个就是呢，是草。这个就是嘞，那。地上就是草哎，是吗？那这就呢，这个就是草，那是枯草。啊啊，我给。Thank you.
站在高高的山岗，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鹿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。
远前面，高原上有一片纯净的蓝天。人都说高原红，人都说高原蓝，谁知道高原上那朵蓝，它是阿妹的衣衫。
萨车站再去看。哦，到拉萨站，进站了，进站了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老表们，那是压的压的死的地方。那我去。经过40多个小时的旅行，终于到达了拉萨车站。拉萨你好。过去啊！我到了吗？
到你的天。